艰苦呢。啊，阿英啊，啊你真肥哦，啊快点来接我，啊你安怎着哦？放心啦，我嘛是照顾你，要讲哦，我是真正理会啦。哎呦，这你啊，我咧无看台，我看后面来英子啊。你这种病是什么病？你这种就是骄傲病，什么病拢我听过，后就骄傲病哦。你就是因为细汉到大汉，是嘛？你都唔捌教查囡仔安怎做，以后你若看到风雨，做你免客气，展出你人前的气魄。你若敢为风出个毛，准应啊！我跟你保证，保证你马上就强起来，马上就要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我你今后有你大发财哦！我心急，我老先生啊，我老先生啊，这是什么时代？你叫我听。那不行，一对就流行嘞，就流行是啊，连人咧做酒，伊来才吃吃惨落去，爱是无注意拢行来吃。伊知影我有病，我这只病都无同款，叫消磨病。我今仔下暗，若到红红蜜洞房仔底，做我三不六时去开。大哥，我嘛走来，我老王。啊，那你意思？我意思是讲，红红啊，我若较被动，你就爱转主动啦。你有较被动，较主动的哦。主动的较贵啦，被动的哦较俗。我做新鲜，大哥都忙嘞。我意思是讲，我尽量啦。